雷哥去找他老婆阿妮，带他老婆阿妮去玩一下，因为好几天没带阿妮去玩。阿妮，哎，阿妮不想出来，怕坐车头痛。今天要带他出来，讲话是吧？要带他出来去玩一下。这小伙子可以的。会爱，会这样，会认真一点吧。有点阴天，等会就还放冰箱了。太天气太热，一不下雨天气就热。安全吧，啥也没有。是安全的很。啊，总有人在这造谣。那天我就是傍晚开车，我开车我咋开都可以。对呀，没有人管。只是跟国内嘛，就是一个那个东西叫这个车的牌照问题，饮食习惯，其他没有，这边就是热了一点。比昆明那边热啊！昆明根本就不需要开空调啊！啊！我说在这里等，在这里等，在这边等。哎，我要掉个头嘛！我要掉个头嘛！这里，我打电话给他出来。啊，我去掉个头先呢。行。他化一下妆再来。他化一下妆，他再走路来这里一起走。坐的晕呐，这种车还晕。嗯，阿妮坐车晕，没办法。是啊，如果是小轿车嘛，更晕了。没。这是他家的照片，但是没有阿妮的照片。大家就是这个情况，阿妮不是很富有。你怎么了你？你有啥事哈？你找美女干什么呢？你找美女干什么？有个冰箱，但是没有电视。你那么多万恩，万恩要我听啊！我跟你说，我。
来摸一起包。开车过来，老公喊你去骑车过来，这里一起走。不想你。他把车骑进来。让雷哥在这里等一下，然后我跟阿丽先去他家找一下他，是不是啊，奶奶？怎么啦？去哪？人家问我是奶奶呀。看看，这就是他们的村子，村子里有个小商店，买点小孩吃的。看看他好了没有？到了。你知道干嘛？咱们说话回去说话。他等他姐姐去。等他姐姐。让他穿他老公买的衣服一起去嘛。我说让她穿她老公给她买的衣服吗？穿不没事，等地人。村子这你看，昨天下完雨，一天就干了。昨天还是泥巴路呢。没错呢。走，去玩了，去普西山，我俩都没去过。带着他姐姐还有姐夫一起去玩几天。去这边有名景点普西山，去那边关西瀑布有一点远，而且安妮坐车也头痛。他家还好。
就在大路旁边，有的女孩家吧，在深山村子里，真的没办法，去的很麻烦，很远。姐夫，老公来玩的。嗯。这女孩子那么嫩。哦，苗族过年，苗族过年，扔那个球是吧？对，就到，哎，那都说完，那都说还能扔那都。认识几年了？联系多久？啊，这么久吗？哦，对，这么久，联系。现在第四年，现在是第几年了？到现在联系我都是凶了啦。没凶啊，没有。这是现在这是三年的，他们两个认识到四年，在一起都在一起到三年了，也差不多，且都五六年、七年了啦啦呀。太久了。太久了。这路外头个婆没摸的，个啥的家是个婆娘没摸的。我问他，他看到他老婆，他怎么选？他喜欢不喜欢？他说特别喜欢的。没摸一个呢，个婆娘是多天了。年轻人，你们是新路呢？我问他姐姐喜欢他老公吗？他说喜欢再要，我说喜欢好好爱在一起，不要吵架。这路可不用写的，跟当嬷嬷啊，我跟他过年了，用写了。我问他姐姐老公，他高不高兴？有老婆一个，老婆特别好，他说特别高兴。现在生几个小孩？一个小孩。那行了，连摸一都没扭，他一不拉了，不行。现在他有一个小孩，两岁了哈，现在还怀孕，差不多七个月还。还是男孩。对，小孩是男孩的。嗯。哎，谢谢大家关注看我们两个的视频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，明天再拍给大家看一下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了。我到机场去接你们。阿能，这两个没带去，弄干嘛了？准备干嘛？他说他是他爸弄到护照的，他说他爸要来找你呢。去后面找你。是啊，你也跟着去。我看看我有没有空嘛，我没有空，给我再来吗，哥？我再带。如果没有空，我会送他爸和他小孩去机场，给他送出境。办一下手续。啊，对，办手续，办护照。现在老挝护照办的时间比较长。有什么叫做我在这里等？说不定我等两个月那个彩礼。不是，他说的呀。这是不到两个月了，算了，到他爸弄到护照几天去，他们两个来看看，他说这样行不行？可以，没问题。
办那个中国签证的时间差不多也得一个小一周，小一周，小一周。嗯。他说要我搬送他们两个，我说可以的。我还说他也要。去中国玩，我带你去到处转。想吃火锅，中国啦，怎么样啦？没问题。中国有的是火锅。这个老头哎，要我哎，都不带我吃火锅，中国一次赢了老头了。今天吃。是不是？我在中国嘛，没问题。嗯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自己买这这边中国超市嘛，买一个火锅底料嘛，买一个。经常吃。你的空房里面闲置，还有一间空房是两层的那个闲置，就是两层那个闲置的那里。那些被子大了，没么子做些事落了，一落了车一些重的个，不是重的落，都是重了。宾馆都不用开灯。你行了耶。有清楚模式哎，侬家人家太像跟人家学模了，在铁路工业路路啊，你叫过来模糊了，你头嘛有想的时候，都嘛人跑就过来收，大众的话上天梯就是中了，跟铁道就二桥了，好不怕的是嘛，不大的啊，不大的，然后有的是春夜，天天都路了，他一辈子做夜哦，哎，我那了模糊有，我真的没模糊，有个人夜到十点钟嘛，我就是春夜天哦。但是嘛，我那条一辈子做孽，我一路好好，跟你一样的经历，这个起码好条件，一辈子做孽就起码我们还这么说呢，所以是嘛，你还要好的好。他把面相不错，不像有些人。你看我爸爸嘛，弄要我老公好多彩礼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弄嘛，他弄好麻烦给我老公，他骂了骂我老公哦，他和我老公吵架了，我爸爸了，你看，要现在给的，要老公拿钱，现在给完的，现在给完呵，他说的呀，你不给钱给我，手还不给你是的，我老公啊，我哭哭好几遍哈，我老公是先气啊，我老公先痛痛啊。高兴，他说老公拿手，他高兴，你看，哦，怎么办呢？他太腼腆了，我觉得。他说老公回家晚上打不打电话给他？我说晚上都可以打一个电话给他。那他笑，他高兴，他笑电，你看，哎呀。好，哥。看看有啥鱼，你说按那个，然后叫你是老公的了。这个是啥，老婆？这个是大马蜂嘞。大马蜂，这个是大马蜂。这个大米。大米。大黑板。你冰板。你金板。金板。煎鱼。你把那麦脑。这是柠檬鱼。还有啥没？还没有。还有菜不？菜没有了。菜没有。完这样。真的吗？还没有菜了，已经就是一个菜。还有啥样样？还有啊。还有米饭。对，还有米饭。他说了。今天又要下雨，前面有一个冬阴功，泰国菜也是老挝菜，其实啊都是一个菜。这两条鱼，一个柠檬鱼，一个是这个鱼叫啥？巴样。巴样。你把巴样巴人呀，巴拉皮，我还真不会翻译，巴拉皮，不会翻译。巴拉皮，
这个就是老挝的国菜大门缝，凉拌木瓜丝儿，然后那个是凉拌那个米线，上面前面有炸薯条，我就不说了。不要了。不动不熬了。不熬困拎快手给来。熬困买。高你就不熬了。我好买就不熬了。不熬。也买些别过不熬。我可就不动买。这就是老挝饭主要的。云南人也吃辣多吗？我又不算云南人。你们那边呢？我家那边是谁吃辣，谁弄点辣椒吃。你不吃辣啊，无所谓。但是我做的叫什么麻，就是那个牛肉。嗯。可能你们下不了嘴。吃辣是吗？没得五点抹。小米椒。哦，小米椒拌牛肉。炒牛肉，那是香香就够辣。哎，老二，得有过来，得不行，他没有了。过来得打哦。过来得吗？你要打都是给你打出来。姑娘家了。拉倒了。这不用倒了。老师，这个饭不好吃啊。不好吃。饭呢？没尝啊。一点都不好吃啊。老师，这个饭，你们看这个饭。这个饭是捞出来的，不是煮蒸出来的。不是拿电饭锅煮出来的。哥把饭给你老婆。明天再跟他玩一天再走，他不想你走。他不想你走，我说你要走，他先气气。我说的，明天还不走，还要等后天再走，他少见呢，你看。好，再玩一天没关系。我是安排的星期六、星期天要干活。今天是周几？今天周二。他说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他饿死了。我说。会饿死呢。对，他说。阿丽，这是有我老公和他有好吃吃哦，没有我老公就饿死了哦。叫他去中国，天天有好吃的，基本上每顿都不离肉，每顿都有肉吃。那就等着胖不圆了。我们都来打两顿，这都是不安哦。没有不呢，明天猫就搞了我。我帮我那不好呢，他没了，吃完了吗都？你问问他们都吃饱了吗？哎，那饺子路啊？叫我。啊，饱了。都吃饱。都叫那哎毛利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饮料，饮么多？奶奶还在家呢，在家在吗？怎么啦？大家都有牛的干呀，结果你看他老的有呀，那就有家里的有的这些有出门家了。给他老婆买的新衣服也不穿，还要穿的在家穿的睡衣。我们摸摸耶，你
向你过的，也都二熊背熊那两块钱的，晓不晓得？小月叫你自己通几天看写作用了嘛，那包有没有这种言论啊？现在我3月3号来的时候是2300-2400的样子，现在都2600了，估计下个月如果还是老样子还会更高。原来最开最高一次是3300。那一下子飞掉了，全部飞掉了。你要走嘛，要不然嘛。没事，就再坐会儿嘛。坐一会儿。我说我要走了，他说的一会儿就嘛。4点钟，再坐一小时，5点钟。太阳落山再走。只要他知道往后想，就没有那问题。就是你赶紧叫他把照什么东西都办好。快点办护照，办护照办签证，到时候我给他们买机票。喂你要去吗？正好我买3个的机票。等着看，给我空也空，我一干空了，我也送，我要买机票，我也送他们两个到哎。我们两个送他们两个到这边的，一干我们两个要回国的，要回家看爸爸妈妈，在中国的也可以。我们两个送他们两个到第三名你住的来接他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回家是吗？也可以。那我俩回天津。我们两个还有事去天津，那就更好，是不是啊？我带你到昆明转转，再回天津。反正随便。你们去完天津回来的时候再转也行，反正也回来也得路过昆明，也要路过昆明，昆明一个中转站。后天走，明天再一天。明天再一天就后天接，按你老公说了喽。赶紧把那东西办好，就可以去找了。家人在路里呢。对，赶紧把护照办好。
狗印度哎。以前带他直播，他说以前他来直播的，我们两个给钱给他呢。他以前一直来直播，但是嘛，我们两个给钱给他，但是嘛，太忙了。现在我们两个不直播了。不要怕，我说。中国不比喵一样说话没有用，中国说一个或者是一个或者是，知道吗？这个不用担心，我绝对会回来的。我说过来的。吴姐，把护照办好了，我给你们买机票。大哥嘛，你这条路给你老儿子老给你让着摆了来了呢。就买机票，就飞昆明。直接从拉邦坐飞机去昆明，不用去万象。不用去万象。啊，那是让白双的金牛来了。你那边讲的在那老母就白说金牛了，就是那呢。我到时候从机场去接他。去机场接他最好。昆明的机场挺大的。他有个国外到达，一个国内到达。我在国外到达那里接他。四层的。视频嘛，拍一下旁边，我就知道在哪里了。一下飞机。他只要出来。有个必经出来的口子，必好啊，必经之路。嗨，别怕，如果我真有时间，我去带他快点回去。他们这都没去过中国。最好是你们两个带着他爸爸妈妈。我们两个还回国呢。我知道。还要回国家带他们两个到天津，姐姐你来接。对呀、啊，你们再回天津。我们两个是有事在天津，要去办事，你懂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，一起飞回去。我都说完了，他是高兴的，我不说这样他不高兴。他别省得你骗他，以后跟你要他真的跟你来，跟你比比一样，把车里给姐姐带他走了，快点，不用这么贵，你用太贵了，不好的。他比我早一天来老挝，现在已经有活了是吧？就在这边包的活干呢，在盖青钢别墅。那
那天我不知道他来，给中国人干还是给老外干？给老外人干。家里统一交付，一大片一大片的。哦，那种小区式的别墅，我知道了，知道那种。阿姨要等于每天按车走弄，阿姨阿姨搞不了好多猪虫草，阿姨哦，我真菜哦，我那老有肉嘛，你木要与我说呢？怎么感觉车不能扒了？对啊，就不能扒，就那木虫哎，说那木了老了，你说那么干净净的，就都能够给了，人什么能扒的？这地方又变不了嘛，老天了扒了哦。他们老挝没有海，我说你那边有海。这个还算小的。这个还算小的。这老挝完全内陆没有海。他那既吃海鲜也吃海洋。脑瓜上有苍蝇。我看他特别的喜欢小孩，喜欢小孩，特别喜欢小孩。你老婆要没要？她不要。她不要，那不正好吗？怎么是个女孩又这样呢？我塞。是啊，就是没用啊，所以我跟她离了。绝对上有，只要吃穿又花不了多少钱，学位房、上学的地方有了，不用花钱。还有谁还有骂鱼？除了上学、住房、学费。刚才放好，不要说书写了。刚才都说完了，是写的渣男。是写的渣，公众看面性评。今天性评就到这里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，那来摸。Yeah.